第三场有全馆上届最十五个老人会，不过这部戏剧上届特别的是每一个老人会每个月拢会轮流主办在个成果发表会，而且这项全馆规律传统，跟小疙瘩已经有将近二十档了，让每一年参加的长辈拢感觉讲真幸福。因为安尼活动不但是会当互老大人出外活动以外，也阁大家生活是更加趣味。老翁老，不过一跳起舞来，这阵长辈也是相当活泼，一点仔嘛看袂出来，大家拢已经有了年纪。每个月拢有一回咧主办啊，优惠大家来参加这个老人会，吼、哦、啊是真好个，真好个活动啦，啊所以嘛是欢迎老伙仔行出来安尼就对啦。每个月吼拢有办一两摆个才艺演示吼，啊办了非常成功，啊大家做这老人吼做有才艺个，做有活力个安尼。啊，每一摆办拢足济人吗？哎，每一摆拢办拢足济人个，足精彩个安尼啦。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各种表演拢靠袂到这阵老大人。其实除了展现家己所爱才艺以外，上重要的也是要让大家行出户外，促进感情。初站吼，一寡检讨一寡家己的代志，啊，甲迄落啊，二外吼，二外有庆青会，迄个月出生的人拢有创蛋糕，啊，甲迄落家庆祝庆祝这个庆青会安尼。是不是都做头前咧？吼，嘿，拢做头前咧，这款因为人家做做头前。有专管上届老人会第三阵，每一摆举办专阵老人会成果发表会，拢是吸引千外位的老大人参加。唔呐，老人会比别乡镇较济，就连人数嘛袂输人。而且每个月上少举办一摆发表会，嘛是延续将近二十年。即个时代伫咱老人会照顾之下，会当讲是非常的欢喜。那么期待讲咱政府伫社会福利这部分做了真周全以外咧，嘛会当讲有更加人来关心到即个时代，看到讲即个时代会当讲有遮尼诶即个年纪啊，大家互相来关心，互相来欢喜，这是一件咧值得咱骄傲的代志。希望咱大家会当请受咱的时代人。第三阵二十八日到十五个老人会，每个月轮流举办一摆，一年来绝对办袂了。有当时着月初办一摆，月底阁办一摆，大家照出拢有当行出户外，嘛好家己的生活更加趣味，所以会当讲住伫这山的老大人真正真幸福。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